就出去，等教练平台拍照。拍完照，麻烦10点半我们下去。一路回来。10点半了。那个什么算钱都不用算，直接眼睛一射就到。没啦，哎呀，你有能开个店？我来这周六，这周六啊。人咧谈教练，哇，是啊，是啊，嗨，会电啊，你无电啊，我唔敢。来来，那边啊。到呼吸机回去之后。今天我搞好印象，这边没印象。等下你看迄一个桥，你就知。光在阴山里头。我等下讲，我伫门口，我你要等下是要？伫门口集合。对了，我等下我也讲了，我先走了。阿伯哈，Thank you.